真正修行成就的人都是生活非常贫苦，为什么？他对世间没有留恋啊。富贵人学佛知道这个好，天天念几万声佛号走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放不下，亲情放不下，富贵放不下，啊，所以让他不能真的去往生。啊，贫穷的人容易放下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实现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啊，叫他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有什么放不下？所以他去的那么容易，去的那么潇洒。细心去观察，去想想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世间，要想快速成就，一定要放下，一定要看破。我们的成就不难了，啊，念佛人生活越清苦越好，啊，生活过得太舒服了，难分难舍，这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得想清楚，是不是真的想走？真的想走，吃一点苦好。啊，对这个世间留念，会大幅度的减轻。对于我们往生，更有利益。